我乃小小一书生，读的是圣贤书，行的是君子道，听我娓娓道来。等纷扰皆休，我只盼来年山水深处，可携众友享炊烟之乐。读书万卷，修心立德，应当称得上君子二字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希望我的频道先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， 还有 Discord。好，那今天主要介绍的是这个《聂小倩篇》新一零逆采臣的天赋技能首部哈，团队的治疗，群体的位移。然后谁说书生百无一用？然后在这之前呢，介绍之前，在1月9号啊，有公告说，就是有蛮多玩家对兵仪的神兵有一些意见，然后官方决定要做出一些调整。那我们之后再看一下兵仪的神兵会被调整成什么样子吧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逆采臣的天赋的部分哈。然后逆采臣是我记得是用送的啦，没记错的话。好，实质助游属性光，天赋安然图意，在自身三格内存在其他友方的时候呢，治疗的效果哈会提高到最高是123，人家是打错了，123怎么多一个14%？好，这14到20啊。那行动结束的时候呢，三格之内呢不存在敌人，对自身两个范围内的二到四个友方施加一个 buff 哈。那回合开始的时候，三格内存在敌人自身获得迅捷二，持续一回合哦。回合开始的时候，如果三格内那好像还可以哈，而且还不错看起来不错。反正呢，就是不存在敌人就有 buff， 然后存在敌人的话，就可以获得迅捷二这样子哈。那这样好像搭那个谁啊，搭诸葛亮是不是也可以马上加很多 buff？ 我忘记哪个角色是加 buff 越多攻击越高，是诸葛亮吗？我有点忘记了。好，然后策划这边是讲说三个内有存在队友可以提高治疗能力嘛。问一下哦，对，没错，除了治疗能力，还有一个 buff， 然后再一个技能哈，比附其心。那这边是主动使用的时候呢，可以恢复范围内的所有友方的气血哈，那恢复量为施术者的法攻0.7倍。那技能后自身开启送清明，持续一回合。那这个东西是自身两个范围内友方主动发起对战哈，且优先攻击的时候，则在对战前为其施加命运，持续两回合，但是每回合只能触发两次。那么协攻对象为聂小倩，则对战前为其施加奇异神乎二的效果，持续一回合，且聂小倩所有主动绝学冷却时间减少一哈。哦，是绑，就这两个在绑在一起的啦。OK， 冷却直接减少一，真的是太狠了吧？那我这样也很好奇聂小倩的技能了。那命运就是极一二乘二，就是 OK， 自己看，大家都知道了哈。好，再来，就是这个就是常见的那个群体治疗，就像那个神分化法一样，然后再搭配血力机会有命运效果啊。那假设协攻的对象是聂小倩，就是会获得极一二。那大部分放这些招就是给宁小仙用攻击啦，先给宁小仙攻击了，那最多是两个人嘛，对不对？两个人，对，命运是两个人啊。那如果是宁小仙的话，就直接施加极一二，那应该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再来木泽为玉，主动使用的时候恢复范围内所有方的气血哦，那一样是 0.7 倍的法攻，那自身周围两个张开领域。木春风，且维持领域时无法自由行动哈。那持续一回合，领域消失的时候恢复范围内所有友方气血，一样是法攻的 1.75 倍。那木春风是免疫所有友害状态 ，OK。且行动结束时，位于施加者两个范围内驱散两个友害状态 ，OK。这个领域有免疫所有友害状态，然后位于施加者两个内范围，然后又驱散 ，OK。
又驱散两个 debuff， 并恢复自身气血的 50%。 我靠，这个是大招是不是？感觉是大招欸。好，看策划说齁，开启领域木村风是强力的免疫 debuff 的效果，然后队友在领域行动结束的时候可以先被驱散后治疗齁。我靠，好好哦，这规则嘛。但是不过在打那个 PVE 的时候，像那个 BOSS 是不会动的齁，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效果，蛮有效果的。好，再来一个技能，丹青隐身，主动使用的时候对范围内所有友方传至自身周围齁，恢复范围内所有友方气血齁。我靠，好酷哦。然后施术者是恢复量施术者法攻的一倍哦，并施加并施加披甲欸，好酷哦。这一个是可以救队友，一个是可以马上把队友传到敌人旁边，就看那个宁采臣的位置。哇，我觉得好实用哦，蛮实用的啊。好，陈华说是说可以将队友传送到自身周围并治疗齁，那技能本身射程又远，范围又大，而且又施加披甲齁。哇，这个很棒欸。好，被动齁，不易扬散，行动结束时诺身周围两个范围内存在两个友方齁，则恢复自身气血两个气血降低两个友方。哦，是法攻的 0.75 倍哦，这个已经必带了啊，不用看了。好棒哦，蛮棒的啊。宁采臣不接近战斗的时候是团队的 buff 机齁，那近战的时候又是可以提供强力治疗齁，无惧敌方的 debuff 齁，加上全体位移队友齁，真的不错，全体位移真的是蛮扯的。那另外是天赋只要存在对方可以提高治疗量， OK， 也就是说宁采臣的治疗的那个血量啊，本身靠自己本身就很够了。然后专属技能比附奇心可以提供基础的治疗跟驱散，还有协力的效果齁。那比附奇心如果宁小胜上场的话，这招基本上带着一定是最好的啦。不过这个还是要等实体上线之后再测试看看齁。然后技能组合就是大家参考就好啦。好啦，那这边推荐的魂石是尸魔术师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个宁采臣的技能情报啦。那喜欢的影片记得按下订阅两个铃铛，记得追踪我的 IG、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，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，拜拜。